就是来坐这边的一个釜山这边的一个游艇，就快到那个游艇开始前十分钟，这边是等游艇的一个地方，大家都在这边等游艇。这边那个八号口这边过来的话，就是那个坐游艇的地方。这边的话全都是一些坐游艇的位置，然后上来之后的话，游艇就是长这样子。进来的话，他要先换一下鞋子。那这边就有一个二楼，二楼的位置就是这样子的。这边的观感的话最好。这边的话就是那个二楼和餐饮这边。